克洛伊了吗？嗨，李老师。哎，你怎么了？看起来脖子很不舒服啊。哎，我昨天晚上睡觉落枕，现在连转个头都痛得要命。是哦，老师教你一招六方运动来舒缓这个落枕的问题哦。我们先把身体坐正，然后呢，这个脖子往下，下巴尽量碰到胸骨，然后再回伸展一下，接着呢再回正，然后呢下巴朝上。再回正，头看左边，右边肩膀稍微往后，哎，感觉紧绷的肌肉，慢慢的伸展舒缓它，然后再回正，然后再换边看右边，左边肩膀稍后拉，哎，伸展我们的脖子，再回正，然后接着头往左倒，然后右边肩膀下压，哎，感觉紧绷的肌肉去把它舒缓开来，好，回正，换边。右倒，左边肩膀下压，回正，好，然后动一动，下面觉得脖子舒服一点啦、啊？我感觉好多了。嗯，那就好，回去有空要记得每天练习哦。李老师，你旁边的大哥哥好帅哦。你太夸张了吧？坐我旁边的时候没看到老师，看到帅哥脖子都好啦。没办法嘛，大哥哥和大叔本来就不一样。